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视频。从今往后，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教师。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我的目标是够全、够新、够精。听高老师细说 PHP。大家好，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大家好，我是妹子。啊，妹子，前面咱学过了 Foreach， 对不对？嗯。在 Smart 2的时候 ，Section 用法也比较多，对不对？对。因为它的功能全，效率高，对吧？在 Smart 3呢，改成了 Foreach。那 Foreach 在 Smart 编译的时候转成了 PHP 的就是 Foreach。嗯。而 Section 转到 PHP 的是转成了 For 循环，听懂这点吗？嗯。咱们编译的文件可以在哪看呢？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边编译的混进是不是在这里边、嗯、对不对？在这里边转成了代码，如果是 section 的话会给我们转成什么 for 循环，对吧？这里边呢我们现在用的是这里边现在就是原来的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把都删掉，对吧？ section 转的是 for 循环。那么 for 循环有一个特点，它能便利什么关联数组吗？for 循环是有个限制的，只能便利索引，必须下标连续的，是不是这样的？嗯、所以呢，记着用 section 的话，你最好也别便利什么关联数组，只便利下标连续的索引数组，嗯、清楚吧？才可以。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程序稍稍改一下，懂吗？前边 arg 数组对不对？我们把前边，哎，把它变多几个，对不对？然后。是不是现在就是索引数组啊？对不对？那索引数组 section 是怎么编译呢？我们来打开这个，看一下，把它去掉。首先看 section 怎么写 ，sectl section， 对不对？有开始就有什么结束，对吧？然后中间也有一个这个可以写可不写的，这都是可选的，对不对 ？section 否则。怎么呢？数组不存在或数组为空，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这块用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它这里边 section 有这么几个属性，上面这些带点的都是用保留变量获取的。你看，有这么属性，其中咱们看中文的名字是必须起的，你必须给循环起个名字，听懂吗？那名字既然是自己定义的名字，那随便起个名就行，比如说 one， 这都可以，没关系，对不对？因为自己定名字，只要是合法字符串就可以，对吧？然后 loop 等于 arr 什么意思呢？要指定要循环的数，它跟 foreach 的机制完全不一样，并不是说把这个变量赋给某个值，一个一个复制，它不是这样的。指定这个循环的目的就是为了指定 for 循环的循环次数，相当于这样的语法变成了 for 循环 $fi 等于零 $fi 小于 count $fr， 听懂吗？然后 $fi 加加，明白这意思？所以呢，我们这里边指定循环的指定数组的目的就是为了确定循环的次数。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你看一下，假如说我们一行一括号，数组里边现在有几个元素，现在就是循环几次，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改变，不然到学 foreach 再学这个你很难转过来，听懂吗？它是转成 for 循环的，它只是为了确定循环的次数，名字必须写。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行，咱们数组里边是不是八个元素啊？对不对？那么你看是不是循环八次，对不对？为什么说它效率高呢？因为 for 循环的效率就是高的，对不对？不用有复制变量的过程。另外它这里边就是数组取值的一个过程，你看它循环次数是不是决定了、嗯、我们还知道编辑哪个数组，对不对？对。那我们就直接怎么了，可以把这个数组的每一个元素，比如说下边零取出来，你看是不是都是 OS、嗯、下边为零呢？那如果我想取出其他的下标的元素怎么办呢？看好了，还记不记得前面这有这么多属性啊，
对不对？嗯，有这么多属性，这些属性都得通过保留变量来获取，对吧？保留变量 section 是不是有个名字啊？嗯，然后保留变量是哪个呢？我们看一下变量，保留变量里边看一下有没有 smart section， 是不是有这个？有，通过名字可以获取到上边的所有的这个属性，对吧？那比如说 index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是不是从零开始的索引呢？对，对不对？那我们试一下，看，直接用 smart 点 sectsection 点 y 是它的名字，点 index， 你看，我们现在这是个零一二三四五每一次的索引，那这里边就变成零一二三四五，是不是就下标？咱们是还是原来数组取的方式，对吧？来，我们看一下，刷新，是不是这些都取出来了？对吧？但是你们也觉得这么写比较麻烦吗？对吧？这么写比较麻烦吗？每次都写这么长一串才能仿到数组下标，对不对？那用户不爱用，所以呢，它有一个缩写，就把前面这些东西可以去掉，后边这些东西可以去掉，对吧？这名字就相当于那个缩写，但是呢，你单独输出名字，它不是变量，必须放在那数组中括号里边才可以。用名字区分每一次的循环，它就相当于每一次的缩写，理解这问题吗？啊，所以这样写起来是不是就更简单了？对吧？所以可以把它看作是下标，但是不是，就是用名字，明白这意思吗？啊，那理解这问题了，那咱们就好办了。那其他的这些属性，咱们是不是都可以用啊？比如说当前的索引的前一个、下一个，这个从一开始就从零开始，对不对？一会儿咱们看这个区别。然后这个是 first 的第一个、最后一个行号，对不对？行号，你看一下哪去了？它是它的别名，看到了吧？所以这两个用一个就行。然后 loop 循环是否显示真假值的，对不对？总数的，总数可以用在循环之外的，对不对？这些属性都非常简单了，都是通过 smart 点 section 名字来获取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会儿咱们再详细用。除了这些，这个 section 这个函数里边本身有一些属性，咱还没介绍完呢。前面刚介绍完 name 和 loop， 对不对？嗯。还有 star 和跳步最大值。下边这个决定是否显示该循环，这也没有用，对吧？嗯。那这几个属性是干嘛的呢？比如说，如果我这块指定 max 等于五，现在是八个。我指定五个的话，那它就最多循环五次，看到了吗？啊，所以这块可以限制这个值。那我这块还可以怎么的 ？STEP 跳步，比如说等于二，每隔两个循环一次。那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操作系统外部服务器数据库拉个铝盐，把原来能 Q 的下标拿出来了，对不对？那我可以三四，是不是跳步？理解这条路吧，隔几个，隔两个，就是每隔两个取一个，对不对？就隔一个取一个，然后还可以开始 strt， 比如说等二，从二开始每隔两个取一个，最大循环五次，对吧？所以有个开始的步，如果是从一开始，你看，它不管从零开始，你看 index 阿帕奇 MySQL 是不是都有了？那写五次，如果低于五次的话，就是多少是多少。如果超过五次的话，不按最后五次。所以这几个属性也是咱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格式，啊，很有用的。for 循环里边没有这个，对不对？咱们得自己用判断去写。而 section 里边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对吧？那按照这个结构，我们再保存一下，index 一点 tpr。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便利我们现在的谁啊？是不是这里边的二位数组啊？嗯，对吧？这里边的这个二位数组是把它便利出来，形成表格。那我们看一下，用 section 怎么便利 ？table 表格对不对？写一个全的 table， bar dr 边块等于一，宽度等于800，高度就不要了 ，width，cntr。然后 ,CPTLN, Caption, 斜杠 CPTLN, H1, 斜杠 H1, 用户表。然后先是 TR, 斜杠 TR, TH, 斜杠 TH,
这里边咱们现在可以加什么呢？比如说ID 名字、年龄、性别、email 就这么几个字段，对不对？对，一共是五个字段，对不对？然后我们用 section 循环这个数组 SECTL section 斜杠 SECTL section， 当然我们可以写个什么，可以写个否则 SECTL section else 否则，对不对？数组为空或不存在，这也是可选，这些可不写。然后起个名字，对，悠悠，对吧 ？U table， 随便写一个，对不对？然后呢 ，loop 循环的表是什么？循环的数组是 users， 是不是这个吧？我们就可以知道循环的次数了。然后其他的选项，你想写什么再写什么，对不对？需不需要？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循环一次，是不是一行啊？斜杠 tr， 然后里边二维里边的是不是索引数，就是关联数组了，对不 对， 对，那我们就得一个一个取了，不能用 section 再去编列了，对不对？然后获取到 $SETSSmarty 这块是这里边是 users， 是不是用这个名字 uTable， 对吧？对，那咱们可以写简单点，如果起个 U 的话，我是不是写起来更简单一些啊？对吧？记着多个 section 在一个页面，名字必须重复了，重复了有可能这里边用保留变量取的时候会取重名的那个，就不一定是这个循环了，对不对？点 ID 是不是这个一个一个获取，有个点 name 年龄性别 email， 对吧？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表格就有了，对不对？那我想如果想做隔行换色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是不是现在都可以做了？同样我们是在这块，对，那我们先这里边先看一下这几个的区别。比如说我这块跟大家看一下，有个 indexed th 斜杠 th， 这里边有一个 inds indexed 和什么呢？iterationn， 就是我们上面，我想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属性的区别。iterationn 没有消 ，itl 这俩什么区别，对不对？那我在这块循环的时候再加上 td 斜杠 td， 看这块写着 smarty 点 section。点 u 点 index， 然后这块再来啊 smart 保留变量点 section 点 u 点 iterationn， 再听一下，是不是多两列？一个是从零开始，一个是从一开始，对不对？不光是这些，区别还在于什么呢？如果我这块加上，你看啊 step 等于三，每隔三个取一个，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有变化吗？没有变化。而 index 的是不是会跟这些属性有变化？零三六九，对不对？不光是这个，比如说还有什么？还有 star 开始等于八，看也会受这个影响。index 看到了吧？也会受这个影响。而哎，这个行号这个是不受影响的，对不对？这个就是为了输出行号，你不管数据怎么变化，行号是不变的。能理解这问题吧？所以这个。两个属性，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隔行换色，跟原来的一样用起来。如果 $smarty 里边的 SETLN section 点 U 里边的是 first 第一行，那么我们这块 TR BG color 等于 ID 红色的，否则如果 smarty 点 SETLN点 u 点 last 最后一行，对不对？那我们这块 trbg color 等于 blue 蓝色的，然后再否则如果，那就得按行号来了，对不对？那 $smarty
SMARTY 点 SECTION section 点儿谁呢 ？ITITERATION SEVEN 是偶数或者是奇数，对不对？咱们现在用的是偶数。这个让 BG color 等于 GREN 绿色的，然后再否则 TR 再关闭斜杠 if，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隔行换色这个处理，对不对？当然了，我们的 smart 语法可以写在标签里边，比如说就判断那个颜色，知道吗？在写在标签里边的话是感觉太乱了，所以写在里边外边都行。一定要记住 smart 是干嘛，Smart 是将这个编译成 PHP 代码，对不对？对。所以呢，编译完之后，你它就是相当于转成 PHP 监控号输出那种形式嘛。嗯。所以写在里边，写在外边是都是可以的啊。来，我们看一下程序。ITERATL 好像写错了。Smart 点 SECTLN 点这个 ，Smart 点 SECTLN 点。少写个什么优点，对吧？嗯，这一下第一行红色，最后一个隔行换色，是不是就可以了？嗯，好，这个程序我们就教到这里。那有关 section 的一些细节，大家可以参考什么？我们的手册把它完成，好吧？嗯，好，时间关系，这节课我们就教到这里。好，再见，谢谢大家。拜拜。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总结能力非常差，胡乱学习，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为此，峰哥推出每天60秒语音，为你答疑解惑。加入峰哥微信公众账号，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用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连。出来一个高大威武、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点击关注，我就会天天骚扰你。